起飞了。看来狼王也向往后宫啊。什么话，向往，做梦都想啊，向往这话说的没有品位。哟，一击点 W 跟我刚，牛兄弟。不打了，你带劲呗，点个彗星一级能点 W。这你妈上路卧龙，我操！这就是标准上路卧龙。好，石墩历时2分46秒触发了自己的第一手奥数卫星。我们只能说这位玩家是玩的是非常的好，玩的非常棒。画一下，色迪走了过来，我吐了。哼，石墩儿这对线打的，我觉得称他为上路凤卧龙一点都不为过。我自由下海终结。哎呦，他转起来了，我操，最近啊，不是你在嚣张什么啊，我受不了了，你又没有闪现，你在这里装装，你有什么好装的，那死个再我也非得杀了你。精神状态这块我觉得我们给他打个分的话，这兄弟有点狠，他就是圆滑的大哥。哎，那圆滑的大哥这是谁来的，叫啥来的，这个谁脑子好使似的，就那个我不知道你心里想的嘛玩意儿啊，啊，我能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？这死个一个大把石墩给炸死了，本来石墩死不了的，完了他留了7分钟的 TP， 他觉得他应该 TP 帮队友的，伴随着这波的死亡，他的世界彻底崩塌了。没有大招 TP 上来吃了3个兵，咋的？你要去钻小树林啊？没有大招的石头你也要去钻小树林啊？我操，你真跟死哥钻小树林去了？哥你没有大，我再给你讲一遍呗，你没有大，啊！哎呦，现在死哥这个一技能的判定什么鬼嘛？真的是，我想先杀石头人，我不想先杀死哥，先杀死哥其实也行，因为我有闪现。操了！
完了，真分手了。哥，你这落地 A 一下小兵这种操作，我觉得他想杀我是对我的一种侮辱。我交闪，飞着能咬到吗？哎，还可以。这波我们都没有 TP 了，反手把中心塔给拿下吧。这波直接进场给恐惧，色提下来之后别人就被恐惧了，色提走位就不会被干扰，他就可以来一波万象天影加神罗天真了。我觉得对面下路也是带妹妹的，因为这风女是不可能去交大招救死哥的呀，你交大招救一个死哥干啥？只要没被开启，啥玩意儿？啥玩意儿？嘛意思？五个人抓下路，抓我？我他妈是个一千，我也不会这么抓吧？没有一个人想要小龙，就是要抓我。他妈这波是南疆或者说风女，他们俩走，我都可以反打。逼是不？是不是虎逼啊？妈人也不出来就要蹲我呀？我是你爸呀！你别吃那个冰啊！是不是火？我真的他妈蛋都要碎了呀！为什么你们要去上路带线呀？我傻了。他别五杀了吧，哇他这么要五杀了，我觉得我昨天吃的烧烤都要他妈吐出来。
真的，他这波他要五杀了，我昨天吃的饭都他妈能吐。因为我觉得他这波五杀了就会出现弹幕，给少女道歉。我觉得出现那种弹幕，我就要怒了。Ciao!